展出五件画作，作品2013-9B 为童年在阿嬷老家生活的回忆系列之二作品，2013-101、2013-9D 以东方神秘色彩书法的架构为线条作为抽象表现，而作品2010-10B、2008-10A 以西方造型加入东方线条之音乐性抽象音感，转为多媒体自然表现出画面韵律感。